那包括在本地银行投资货币市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各报晚间投资。给你一金做你的命，第三户头明年启用。新州虽25年新低，未陷入危机，国行总裁说数措施不满意。南阳国行数措施补码币令吉逼近4.8新低。中国老数据造假诈骗，老千专业的银行只答卷就不买了。你说我能活到老，有住房。马币的汇率呢，在过去2年的走势啊，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每每我们听到跟马币汇率有关的新闻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喜出没声，而且现在屡创新低。就像今天南阳通报的这个封面标题写着“立即逼近4.8新低”。今天呢，截至币市，美元对马币汇率在4.7875，汇率创新低，是引发市场的担忧，因为这已经快要突破25年前的1998年1月份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4.88的最低水平了。啊，不论市场是否分析，你担心出国旅游的朋友，或者用美元结算做出口生意的朋友，你都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汇率的那个卖压的。今天国行总裁阿布拉基呢，也出来给大家定心丸，安抚民心。国行总裁阿杜拉西说，虽然马币跌到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点，但是阿杜拉西要国人放心，因为现在啊，大马经济的情况和当年金融风暴时大不相同，也都受到我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充足的银行体系支撑着，因此呢，大马并未陷入危机。